那我们先请教一下蔡老师，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部影片的一个剧情介绍。是，它主要用这个 3D 的这个技术、嗯，那当然很多人就跟觉得就是那个身临其境的打电动玩具哈、嗯，但是我里面还是看到它有一点故事性了、啊嗯，然后它的结局是好的，就是它结局又回来，嗯、然后又最后是被摧毁，就是它完成、嗯、任务完成，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完成，嗯，哦，它留了一点那个后面的一点点，但是马上又破掉了，破梗、哦，但是我觉得是好的，就是说不是完全是电动玩具，嗯，哦，除了技术方面。这方面当然要蛮肯定的，就是他们在有一个大学阶段已经有这么专业的一个技术的表现。嗯，那故事性就是好看，嗯，流畅，但里面又有一点点加入他自己的想法。嗯，有看到有他有这个导演在，哦、所以我们给他这个动画类的一个金奖的肯定。嗯金奖很不错，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技术类，当然要请康导好好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你看我的感觉呢？这部影片啊，当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哎，我蛮震撼的，真的哦、哇，学生可以做到这样子哦，蛮有职业的水准啊、哦嗯，这样子啊、哦。然后看第二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导演的企图心蛮大的，嗯，那这一点倒有打动，有打动啊，有打动，嗯、对的，整个的不管在镜头的应用上面，还有整个场景刻画的描述的一些气势上面，我觉得他做的。蛮宏伟、蛮大的这样子，嗯，好、啊，然后当然从角色动画的观点来看的话，然后他人物的诠释虽然故事很简单，但是他重点都有抓到了，嗯，啊，后面的一个结局也蛮有创意，啊，这样子、嗯啊，所以我也是支持这一部影片，对，啊，支持这一部影片，啊，但是我觉得在人物动作上的表演，啊，又回到老问题了，还是不够，嗯、不够、啊，这方面对，所以说拜托。这个各位同学要去好好的研究2D 动画，到底该怎么做？先把基础打好，再来做 3D， 对不对？对对对对，那软体你用的很好，那些材质你也贴的不错哦，这方面啊，但是基本的表演哦，比如说人物的走路啦，他的表情啦，喜怒哀乐啦，这一些啦，对对对，对，所以这些同学能够再加把劲，在这方面好好的在。哦，再好好的加强，嗯，哦，那这样就会更好。有朝一日应该还是可能在业界应该还算那个会有一些成绩出来。好，那我们看完这个类似动画之后，接下来这部影片其实会有点小害羞。好，来看这一部《智拔》。Thank you.
这部动画片《自拔》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有点害羞，哎，不想看旁边有人就觉得，哎、欸，奇怪，我在看什么影片？它其实有一点很真实的赤裸人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表现。我想问一下蔡老师。好，其实我很肯定这个作品哈。那我们常讲，刚导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基本功哈。嗯。那这个就是艺术有一个定法，也可以打破这个法，但是你一定要把技术的这个最根本的基本功学好，对，那你才可以去做更多的这个创作跟你的那个想象的发挥。但是这个作品就是它很简单，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就两一个自己的一个人物的一个挣扎，看透，然后有时候两个有一个又合成，对对对对对对、那你看到里面有一些赤裸裸的一个描述，但是那个又不会很情色啦，就是我们从艺术来看，他又真的在谈东西，谈很多的，包括自恋的部分，包括人性很多的冲突的在里面，对，所以它很小的一个规模，但是它里面反而是包含的很深厚的一个意义的背景在里面，就会打动到很多人。我们的评审大概都看得出来他的企图心。那这个导演的手法各方面技术方面，我觉得也都是到一定纯熟的地步啊。也难怪他是一个研究所的一个作品。哦，研究所的学生，难怪，因为思想已经比较不像在高中生的那个思维不一样。难怪我觉得我自己看都觉得不太好意思，怕同事看到我在看这个影片，到底我是在看什么情色影片，是不是？好，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康老师，好，你看的感觉呢？我可以理解得到，这位导演他本身用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意思去诠释整个在自拔自恋这一块的一种表现的手法啊，但是我会觉得他太个人意思。对，我相信很多人他会看不懂，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看了好几遍。对，因为我是看，我也不太看得懂。那我是希望说，怎么讲？这位同学呢？我觉得你很好。对，这是 OK 的。那你的东西是不是能够再浅显一点？哦。那简单的东西，我也喜欢简单的东西，但是你要让人家看得懂。对。那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说，希望他能够再用一点心。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啊，因为本身导演的作品是希望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而不是你自己做好玩的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对，就是很多在学艺术和创作的这些学生哦，他们大概有一种自我完成的那种心态，就是说有治疗了哈，有些拍纪录片的说我先要把自己治疗好，我才能够跨出来，我才能够看透很多问题来拍出好的纪录片。那动画一样哦，这一类的大概就比较偏重在这样，就是有一种自我疗程的感觉，就是说我要从这里跟自己拔河，然后能不能跳脱出来？所以它这个艺术性是在这里，但是普遍性当然就不足了，这是差在这里。所以很可惜，如果有多的奖项 ，maybe 他或许可以得到第二、第三，也都有可能嘛，对不对？毕竟他的这个思维跟一般的高中生的思维会，毕竟会不太一样，所以基本上也是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肯定啦。而且他是在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里面完成，所以更不容易了。对，更不容易，更不容易，应该都是手绘。手绘的吧？对，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怎么样的变形就可以变出另外一个人的，或者怎么样，我觉得看得还蛮妙的。虽然是就是就女孩子来看会害羞了一点点，可是还蛮有意思的一部动画，跟其他前面看过的那几部影片当中是比较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对，所以也是给他入围的肯定啊。不过呢，在今天呢介绍了三部之后，还有很多精彩的动画类入围作品哦，所以大家持续锁定打狗科技，我们下周见，谢谢两位老师，谢谢。